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有时候啊，讲说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它到底啊往哪个方向走，似乎啊很难很难可以预测，因为里面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譬如说我们举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而这引起这个例子的一个领导者，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这一位啊，这是哥伦布啊。哥伦布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发现新大陆，那么把西班牙王室啊，还有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殖民地的那样的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情形啊，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南美洲这个地方来，碰到阿兹特克人啊，碰到玛雅文化啊、印加文化，那这两个文化之间的一个冲突啊，当然这个是不在话下。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争夺一些资源上，当然就对于这个南美这个地方的一个民族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我们看看刚刚那样的情形啊，我们也知道历史的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阿兹特克人被打败了，那么西班牙人获胜了，那么殖民这个引进很多后来的一些影响到美洲大陆来啊，所以这个影响人类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我们想看这个他们也是非常骁勇善战的，会输西班牙人，理由在哪里啊？大家会想到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有所谓的枪炮火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才造成阿兹特克人啊好像没办法抵抗这样的一个入侵啊。虽然他们人数那么少，大家知道这个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你用人海战术再怎么样也应该可以抵挡这个炮弹啊，不是啊？他们这个输了，输的理由是什么？请大家再看一下，不是这个火药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天花，天花，因为西班牙的军队里面有非洲的奴隶啊，那么他在那时候感染到天花，那么所以到达这个南美洲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发病了，那就把天花这样的病毒啊给它散播出去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天花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已经绝迹了，不过只要提起天花，基本上啊都是会让所有知道它这样的一个病状的人呢、会非常非常心情紧张的这种疾病。为什么？看到的不只是皮肤的这些变化，更重要，它会引起非常多内脏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引起的死亡率又是非常非常高，而且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又是非常非常多重器官的那种影响啊，不只是皮肤的这个影响，所以造成人类啊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啊。从远古的时代开始到大概20世纪的时候才结束啊。那这个天花当时就是因为非洲的这个奴隶啊得病以后传染出去啊，散播出去啊，那这个南美洲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天花这种病毒啊，所以所有人对天花这个病毒都没有抵抗力啊。在南美洲那一块大陆、啊、为什么？因为天花你总要接触嘛，接触这个传染啊，空气的这些散播才可能，那你独立在这个美洲大陆的时候跟这个欧洲亚洲分开，所以它没有受到这种病毒的一个入侵啊。但是哥伦布把这个病毒啊从欧洲带到美洲大陆来，哇，这下不得了！阿兹特克人因为这样子而死亡的人数有多少？300多万人呢、所以一个军力啊就大受影响啊。于是啊，当然西班牙人再加上这个船坚炮利就长驱直入啊，结果就不在话下。那当然，大家会想说，为什么西班牙军队没受到影响？因为啊，早期在西班牙，在欧洲啊，本来就有一些这种病毒的一些影响，所以有些人已经有抗体产生出来，所以对这方面的影响，它能承受的一个范围就比较大。所以改变历史的常常是病毒啊。那再来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919年啊，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啊，很多地方的一个场景就是这样子啊。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大概就可想而知，这是流感病毒，所谓的西班牙，又提到西班牙，西班牙流感，造成全世界千万
3000万人的一个死亡啊，所以这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从数量上我们就可以知道病毒的影响，有时候病毒不只是影响到很多人，影响到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对历史也会产生影响。譬如说我们看这样的情形啊，这是谁啊？这是威尔逊总统啊。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威尔逊啊，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哎，这个战胜以后，他的影响力，当时啊是应该是蛮大的，也建立啊，希望国际联盟啊能不能对抗这种国际间的一个稍微一些出了一些状况的一个情形。后来也得到诺贝尔奖，他当时啊也生病了，所以对后来的历史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他生什么病啊？这个病毒长的样子是这样子，这个也是流感了。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啊，又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啊，对威尔逊造成的一个影响啊，就是造成他不只是呼吸系统方面的影响，甚至造成他脑部这方面的一个暂时性的影响。所以对他体力啊，还有这个智力啊，各方面暂时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时候，对于后来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历史局势的一个改变，合约的签订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威尔逊总统啊，这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法学博士啊，在教法学的，后来投入到政治里面啊，影响非常非常深远。他就说，有一句话他讲说，你如果要树敌的话，树立敌人的话，就试图推动改变了。确实啊，改变了会引起很多很多困难的地方，但是他碰到困难他是勇往直前，但是生病了造成他很多的无奈啊。我们知道流感病毒啊，感冒的病毒跟流行性感冒的一个病毒，基本上它影响有时候是不太相同的。像刚刚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的死亡，就是啊它所影响的范围不只是上呼吸道，就是像我们的喉咙啊、咽喉啊、这个鼻子啊、口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上呼吸道。如果进入气管到底下这个地方来，到我们的肺部去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下呼吸道。那我们知道流行性感冒的一个病毒啊，在那一次会引起这么多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原因，当然它病毒是一个新的突变种以外呢，更重要它影响到是下呼吸道，而且它影响的不是老弱妇孺啊，年轻人啊也会生病的意思啊，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死伤人数才会那么大。而因为这个疾病死亡的军人的数目，甚至于比战场上死亡的数目还要来得大。那所谓引起这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啊，肺炎会产生出来。所以如果只是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我们会咳嗽啦，痰多一点啊，发烧一下子啊，喉咙痛一阵子就好。可是肺炎的时候，在当时啊治疗的一个状况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药物的情形下，它死亡率是会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啊，这个威尔逊总统当时生病啊，生病的一个场景啊地点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在巴黎。巴黎这是哪里？巴黎凡尔赛宫里面的进宫啊，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的地方啊。当时啊这个战胜国啊，就是希望啊把这些像这个战败国这个德国啊好好把它修理一顿啊，就是要订立这个很严苛的这个条款，要让他割地赔款啊。那威尔逊呢、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想说不要啊，这个穷寇莫追啊，不要逼人太甚啊，能不能让他有点生机，这个慢慢的一个恢复以后啊，他慢慢了解到其实人家对他的一个是尊敬是爱的时候，这世界可能不要那么样的一个对立啊。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希望不要用这样的一个高姿势来对付这些战败国啊。结果呢他生病了，所以这个力量减少以后，后来凡尔赛合约签下来以后，就是对德国非常严苛的条件的。对中国有没有影响，也在这样的一个合约签订之下也造成日本可以承续着德国在山东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的一个帝国主义，它所曾有的原来的一个强势在那个地方，也造成后来武士的运动啊，所以这影响很大。那对德国的影响怎么样子啊？当然德国这样割地赔款啊，民生凋敝的结果啊，后来就让希特勒、有崛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影响到那这个几十年后二次世界大战又产生出来。所以一个病毒它影响到有时候是很多人，有时候是一个个人啊，但是啊整个的一个历史啊绝对不是只是唯心论啊，有时候甚至于这些病毒啊也都会造成我们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要改变历史啊，要改变病毒难，可能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吧。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